大家好，我是徐晓明，我是金之善。明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也是北京冬奥会举办之年。作为冰壶运动员，相信北京冬奥会将为各国运动健儿提供展示风采的舞台。在北京冬奥会倒计时50天到来之际，衷心祝愿中韩冰壶友谊交流赛圆满成功，希望大家享受比赛，积累友谊，深化感情。中国加油，韩国加油，北京冬奥会加油。明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也是北京冬奥会举办之年。值此北京冬奥会倒计时50天到来之际，衷心祝愿中韩冰壶友谊交流赛圆满成功，希望大家享受比赛，积累友谊，深化感情。北京冬奥会加油。안녕하세요팀팀입니다2022북경동계올림픽성공기원한중수교30주년기념을위한한중연예인컬링대회를축하드립니다저희팀들도함께하지는못하지만인순이선생님을비롯한모든선수들이부상없이즐거운대회가되길기원합니다저희도북경동계올림픽에꼭출전해서좋은성적을내도록열심히노력하겠습니다한국중국모두파이팅